张北呢？他拿枪跑了。我就知道会这样。张文兰，等等，给你钥匙，记得你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不会再像从前那么冲动了。没想到你还要出去送死。你要说你什么好？川岛根本就不是人。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个个中国学生血淋淋的站在我的面前。他们都是因为我而死。我要是不替他们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因为这样。 你才更应该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给他们报仇。你以为我这次去还想让活着回来吗？我活着只会害死更多人。我这次去，就是要跟川岛同归于尽。你死了，日本人只会更高兴。他们高兴不高兴我不管。只要能杀了川岛，我死而无憾。就算你杀了川岛。 日本人会从中国撤军吗？就算你杀了川岛，没有得到最终的胜利，还会有更多的川岛来到中国，残杀我们中国人，会有更多的学生被杀，不光是学生，还有老人，还有孩子，还有。 蔚蓝，开下门。我已经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你是要跟张北一起睡吗？ 你胡说什么？你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他说几句话。我没什么想跟你说的。我进来了。
你果然没事儿，太好了。你看这一晚上闹得鸡飞狗跳的，可是你还能全身而退，看来我们蔚蓝本事真是太大了。蔚蓝不是你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学长，你对我客气一点，懂点礼貌。 也许我就把川岛在哪儿告诉你了。别听他的，他根本不知道川岛在哪儿。原贸易公司就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远洋的特工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可是同盟国特工得到了，而且告诉了我这个奉天办事处的总负责人。童子清，蔚蓝，你说吧。 我为了民族大义，也为了让蚂蚱大侠报仇，我必须告诉他，川岛最近会在四平街的国际商会联络化学原料的事情。你要是真的想杀他，我代表公司全力支持你。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去商会附近的一个凯恩酒吧，找那个老板，他会帮你。 你干什么？你喝酒了？周蔚蓝，你可以不尊重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直都是一个正人君子，从来我也没有用过那把钥匙，而且我不用钥匙，我随时都可以进来。 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尊重你。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做一个正人君子了。你干什么？周蔚蓝，你知道我为了保护你付出了多少吗？啊！可是为什么在你的心里，我永远都不如那个张北？ 从来也没把我当成过你的男人，啊！既然我得不到你的心。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来呀，来呀，打死我！往这儿打，打呀！你别逼我，开枪！童子清，你了解我的，别逼我。
昨天晚上，对不起。我知道不会再有下次。Excuse me. 过来。어서오시고생하셨습니다何だと？バカ者！お前らはあいつビルに忍び込まれたことが情報を並べたらただすまないぞ。いいか、俺はまだ国際会社で保証している最中ですが、ほぼ成立ですけれど、ただ。あいつは俺たちにちょっと不信あるんですけれど、俺今出れないんだよ。いいか、俺帰る前にその侵入することちゃんと片付けないと、ただすまないぞ。曲がってるよ。终于来了，你是在等我吗？借一步说话吧。地方和人都是你告诉我的，现在又拦着我，后悔了？我后悔的事情有很多。但不是这件，我没时间跟你兜圈子，有什么话你快说吧。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去我家？赵薇兰请我去的，我有必要跟你请示吗？那你就不想知道你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去了我的家，所以赵薇兰已经成了我的女人。
枪是进不去，不过我可以把你的人送进去。站住！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啊，我是新来的。我们这里一般不会招来路不明的人。你是谁介绍来的？我，我呀，是你啊！哎，一定捞了不少好处吧？哎，我帮了他，他孝敬孝敬咱，不也是应该的？这，哎呀，这多不好！新来的，干活卖力点，来。听见没？麻利点，去那边打扫打扫。看先生，你怎么来了？还是不放心我？我本来定期就会到这儿调酒，不过这回我还真来着了。就你这样乱冲乱撞的，根本不可能成功。看先生，我谢谢你送我进来，但是我的事情你最好还是别管，免得会连累你。服务生，我先去忙了。国际商会是各路间谍的聚集地，里边每一个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这些我倒是早有耳闻，只是不能确定，所以才来请示一下组织上的意见。赵美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才采取行动的。如果他真的能杀了川岛，倒是能打压一下日本人的气焰。可万一他行动失败，反而会打草惊蛇，牺牲自己。蔚蓝，这件事你先不要急。就像刚才老铁已经说了，张北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如果我们贸然行动，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危险。哎，蔚蓝，你刚才不是说童子清会找人帮助他吗？那您的意思是？我是这么想，你和老铁俩暗中秘密保护张北。我的条件想好了。实不相瞒，您开的价码非常合适，可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可是，你应该知道，不与我们合作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代表的是大日本帝国，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的朋友，不合作就是敌人。好。这是我开的条件，我考虑完了，您来考虑一下。你比石家高出十倍，你疯了吗？川岛先生，您是一个聪明人，现在是战争时期，如果这些化学物品用到您的帝国上，那价值恐怕不止十倍了吧。别着急，时机还不成熟，我有安排。川岛先生，好久不见呐，最近生意还好吗？啊，谢谢。哎，川岛先生，最近我这。看先生，这次是最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杀了川岛。张北，我佩服你的勇敢，可是你得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赌局，我在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人也在这里面。既然我们要赌，就必须赢。我要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放心吧。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好好的跟你喝一杯。不，你一定能活着出来。记住，你活着就是对所有的中国人最大的鼓舞。
通知保安。先生，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您二位请慢用。违反了这里的规定，我们必须把他带走。你们不能把他带走。这位先生，他违反了我们这里的规定，携带了武器，我们必须把他带走。走。算是救我吗？不是我们救了你，是我们的高级会员吉娜小姐。你可以走了。川島巡査、巡査、僕を保護した。你为什么一再帮我？
其实，我这次去国际商会，是因为听到了在那里川道的消息。我想，川道出现的地方，就能找到你。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我呢？因为我喜欢你。可我不喜欢你，我现在只想杀日本人。我知道，所以我就把你杀日本人，还要把你杀川道。看来他挺安全的，走吧。归来，张北啊。吉娜，你去哪儿？我去见川道。我跟你一块去吧。你不能跟我一起走，你要相信我，我会把你川道杀掉，但不是今天。他已经签了我好多次的火款，我会告诉他，再不给我钱，我就把所有的货物收回家。这样做太过强硬了，川岛会对你下毒手的。我的货物分两批，藏在很安全的地方。那你为什么不脱离日本人的地盘，用电报跟他交流？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拿不回来这些钱，我和我的古董一定会破产。你在这里等我好吗？顺便想一想我跟你一起出海的事情。Miss Kina， 你天天催着我要货款，可你的货并没有进我们工厂啊。这不就是你们日本人的海关凭证？货物就在满洲境内。川岛先生，如果今天我再得不到货款的话，我会把这些东西运回去，处理给美国人。您还不相信是吗？即使运不走，我也会把它销毁。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我们正在积极为你筹款。这话我已经听够了。如果您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很绝情，我还会告诉你更严重的措施。我会跟所有的远洋行业的人通告我的遭遇，告诉他们日本人的信誉令人绝望的。我相信以后你们就很难找到一条活路。好了，我们都不要意气用事了。在军费还没有拨下之前，我先用化工厂向朝鲜银行抵押贷款，立刻解决你的货款。Но я даю вам только 3 дня。 那你？你只有3天。我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啊？谁说我要跟你结婚？好吧，那我就牵着我的新娘，庄严地走进礼堂，满地的鲜花，有很多蜡烛，有蛋糕，最重要的是一个能看见星星的地方。你的新娘长什么样？
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俩永远都不会分开。你为什么又要把它还给我？